降兵的训练依旧是从脚下练起，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看得见的是新兵们的动作愈加熟练，看不见的是他们背后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很舒服，出一身汗很爽，能跳了，可以跳，随时都可以跳。再过两天，新兵们将迎来他们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跳伞。为了能安全着陆，有些恐高的赖志祥凌晨两点依旧在加练，那些滴落的汗水渐渐滋养出了一个兵的模样。第一次跳伞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我要用这个去证明我的训练是有成果的。我想告诉班长，就是我没那么差，我更需要这第一次跳伞去证明，而且我也需要去体会一下到底我在飞机上面我看下去我到底恐不恐高。一个人在那练离机动作，我就知道他很紧张了。其实他那种紧张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说明他心里真的重视了。能回答不答？好，有人买鞋？好，胆刀？好，护具？好。在经历了千百次的地面磨练之后，新兵们的第一次空中实跳终于如期而至。还比较紧张，害怕就是训练这些有什么就会遗漏一些什么东西，可能脑子里面就想嘛，想自己从飞机里面出去之后该怎么操作。后跳的先进啊，不要搞错了，我们带跳的班长对你组织好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跟地面练的那些动作一样，就是刚看飞机过来还是离开起飞，真实到机场的时候，现在是又激动又紧张。你就看看周围有没有，看一看有没有。倒伞轻一点，倒轻一点，同志们，先把伞具立好，先把主伞、分伞立好。好，同志们，统一伞，统一伞，统一伞。同志们，伞长，连伞下的灯光都响了。谁英雄？谁好汉？千米高空，你们。我一点带水抓伞开始对立处，明白？明白。回去的时候露出你的八颗大板牙，让我看见你。我在家里边200米的大边坡等着你，吃个饭等着你，好不好？在飞机的轰鸣声中，豪情满怀的新兵们将鞋梦起航。我们自拍的第一个架势，一定要给它完成好，知道吗？要跳出最好的世界。在800米的高空，无论心中是否有惧意，新兵们都展现出了一种豁出一切的勇气。我看下面那个云在飘，地物在动，我就感觉我屁股动了一下，班长拍了一下我屁股，一下子就拱出去了。一横，二横，三横，伞点飞行。伞一开的时候，很棒，那感觉特别棒，我一点都不怕。我当时在飞机上面想的就是，我离机会怕，但是我不知道我出去了之后在伞上面，就真正自己在伞上面的时候会不会怕，但是证明了是不会怕的。驰骋蓝天，云海踏浪，这一刻新兵们心中只有一个字儿：爽。太累了。站住了没有你？没有。站住，这都没站住吗？你真菜呀你！一屁股坐下去。快走，快走。累得很呢。我下来，我看那个伞，直接往侧边飘。我拉这个右边套带，我一带，直接转过来。哦，走吧，走，上带。他太累了，再喝口水。回去我跟你讲站住什么感觉，像你是体验不了站住什么感觉。好，我往右边带，他往左边转。加油！加油！加油！一、
新兵结业大考在即，海军陆战队的一场体能模拟考核，让新兵们向着更优秀的自己发起了进攻。十五，报告，下。报告，二班滑冰车十五个。报告，二班三穿三个烟酒完毕。报告，五班三穿三个烟酒完毕。一，二，二，四，二，五，六。过杠邓南川，不过杠他拉的不算。而经历了两个多月淬火成钢的锻造，减重三十斤的邓南川在单杠上终于完成了零的突破。不够，一百幺幺六。二百幺幺六，十一个。不要，邓南川两个。为了在最终的考核中实现从二到及格的突破，邓南川的训练间隙逐渐被加练填满。看你看到我怎么做吧，好，看你发现。这样，我的这脚搭上了这里，我就上。就这样轻轻松松。是你是用背后发力？对，用你的背肌还有那个小臂主要小臂是出一个拉的那个力。就这里的力还是比较重要的。你可以，我主要是不知道怎么用力。来，三二一，起。好样的。再做多一天，后天一定能及格。后天一定达到及格线。借你吉言。必须啊！二班不能，二班做二班的新兵，不能太差，必须要做最好。来。战友的激励，此刻就是邓南川加练的兴奋剂。准备，开打！新兵连的生活进入倒计时，陆军的新兵们在爬战术比赛中开始了提前较量。没问好，二十秒五四，下一名。准备，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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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成绩稳定、表现突出的张子睿，在此次爬战术比赛中依旧名列前茅。张子睿，十九点五七。咱们一名一名来进行训练，滚你！然而，对于体能较弱的管燕妮来说，爬战术却成了她最担心的考核科目。哦，太高了！灯呢？手的发力，不要握拳，握贴住地面。就感觉自己的手和脚都使不上劲，因为他那个你手要在地上爬，然后脚也得蹬，然后。你手还得拿枪，就要在地上摩擦嘛，就很容易手破皮呀、啊。可能自己还是有一点怕疼，就爬得比较慢。在原地游泳吗？高姿，高姿比你的低姿还慢。战术吧，其实它是必须掌握的一个科目。像如果真的到战场上的话，你要是爬得快点，生存的几率它就会大很多。我着急呀、啊，我挺着急的。文艺到，下次我不想在训练场上看见你慢动作回放，跟蜗牛一样。是。拿枕头盔。是。就想着爬快，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那种爬的方法吧。然后就大家都爬的挺好的，就感觉我爬的就挺不好的，就感觉心里还是很难过。
高强度的训练让女兵们的手脚都有些受伤，然而变化就在这些伤痛中渐渐发生。忍住啊，忍住。是，谢谢班长。因为我们是这样，尽管成绩并不理想，但两个多月的新训生活却让孔燕妮有了轻伤不下火线的自觉。懂了没？中，这就是中。忍住啊，忍住，没事，这样消消毒，然后就好得快。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啊，不怕苦，怕疼，怕累。训练之痛褪去了女兵的稚嫩和娇气，也默默见证了他们的转变和成长。不要用膝盖爬啊！虽然说你爬得很快，但是你看你的膝盖上，我说了用哪里爬？膝盖内侧。小组制，对，前方150米处敌站好，为我方夺取目标，一命。这个趴下的动作还是不是很标准？是。跃进，就这样，软绵绵的。看下枪口，啊？班长，我注意了。你注意了，往下走。空降部队的新兵们过了跳伞的第一道关，又迎来了他们地面特色训练科目的另一道坎儿。好，不错，自己再走。看，又是膝盖跪地。进行侧姿前进，先把枪横到位，直接你看，上来之后就侧姿，继续往前走。我有没有把身体抱得出来？没有。我有没有膝盖去跪这个地？没有。而体能优等生段成培也难逃被班长批评的命运。在贴近实战化的训练科目中，常常顾了东忘了西。前方为远处地带防务，先听我这里说你两个问题。你看你头盔，第一个，在这里防护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进行防护了？是。我说了，刚才在那就说什么了？说什么了？不能走。那你为什么半边身体还在外面呢？这隐蔽，这墙体不会利用吗？会。你往里面走啊。今天感觉好累啊，可能是天气比较热，然后再加上那个这个动作不会，然后班长一直在说我就有点燥了。我在想，我已经很认真了，特别认真的时候，因为学习新的东西，以前他说我都会认真听，但他今天说我都感觉有点不服气，我感觉比较委屈吧。然后他一直在讲我动作不标准啊，然后应该怎么做呀，我很想去做好，但是做不好。在班长们的信条里，做不好就是练得不够。随着新训考核的临近，新兵们的训练气氛也愈发紧张起来。安定并紧。来志强，到，带上凳子，是，先回班里，是，去吧。走吧，去找他聊一聊吧，嗯，给他说，把情况说明一下。拿着，拿完给我挂。
咱们的基地那边要招一批装甲学兵，可能是被随机的，那你被随机抽中了，知道吧？所以伞很快就这两三天你就可能会走，所以把跳伞这个事情给你暂停掉了。就我还是想跳伞，我不想去，来吧，装甲学兵。刚刚完成了第一跳，就在赖志祥满心欢喜期待第二跳时，部队突然下达了选调通知，他和班里另一名战友的跳伞梦也因此戛然而止。跳高伞呢？嗯，跳不了了。还是就真的不想去啊，我想着自己刚开始来的时候这么差，然后到现在伞也能跳好了，突然就讲平复一下心情好吧。是啊，想了自己以后跳不了伞了，然后排列的战友带这么久了也看不见了，大家平时睡在一起睡，训练在一起训练，然后挨骂也在一起挨骂，就操练在一起操练，突然就走了，就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个。我接受不了这个事情，第二天一早，赖志祥和战友就接到通知，他们要即刻启程前往新的训练基地。没有相伴到新训结业，但依旧感恩这一场因梦而来的相遇，因为这一场相遇让他们外在的改变肉眼可见，内在的成长更令人惊喜。同伴，我们虽然走了，但我们永远有胸标，我们还是红八连的人。红旗下党，一我不屈，向连旗敬礼。着急往前扔，转体眼睛往前看，是对转体，这个时候身体是不是呈一个反弓的状态？是，紧张，对喽，准备。由于现代手榴弹设计更适用于右手投掷，考核前一天习惯用左手投掷的张亮还在努力改正投弹习惯。因为我是那个左撇子，但是真正投弹的时候需要用右手，所以一直努力在这改变自己的投弹方式。每天早晨50个，中午50个，晚上50个，一步一步积累改正。好，我们就团结准备备。走。作为结业考核的必考科目，手榴弹投掷训练在各大新兵营中同时上演。40米，努力。是。预备弹团投弹前准备完毕。43米，走。是。没协调到一块儿去，再投一枚。30米刚刚好，能不能再投远一点？是。
手榴弹滑脱是投掷中的大忌，在单杠科目上苦苦挣扎的邓南川，又在手榴弹投掷训练中出现了失误，这直接让班长瞬间黑了脸。刚刚是我们第一次投这个模拟手雷啊，出现了点意外，摔了险情啊。就是邓南川到啊，将那个模拟手雷啊，但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啊，要把它当真手雷。如果是啊真手雷啊，是极度危险。弹出现啊掉落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当啊，就会非常致命啊，搞不好你跟连长啊都要受伤啊，甚至死亡。所以说平时训练要扎实。通过今天啊，你一定要好好的检讨自己。清楚没有？清楚。武艺练不精就不是合格兵，新兵营的结业考核成绩将录入新兵档案，成为他们下连后专业分配的重要依据。5 4 3 2 1，为了取得奔赴新站位的通行证，新兵们加油！1 2 3 4，加油！结业考核。我是一个兵，一个兵。